我是 UP 直播的晴晴，很高兴今天能来梦想家担任一日啦啦队，很开心。记得你就忘了吧，记得你就忘了吧。再给我两分钟。担任一日啦啦队，很开心。平常会看几个选手，然后也会看啦啦队。那这次觉得在临场有没有觉得跟一般电视看看有什么不一样？差很多，很激烈，而且就是啦啦队的那个颜值还有性感程度 ，Oh my god， 简直不要太性感。那觉得你今天一日啦啦队累不累？我觉得很开心就是很有活力，就是你要学习怎么样变得跟他们一样活泼。虽然有怕生，但是我觉得他很勇敢地踏出这一步，在这么陌生的环境里，他敢出去跟观众互动，我觉得真值得面对一下，是很大方的，慢热型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嘞，看不出来的，拿个麦克风很稳，但是看他跳起舞来可能很紧张，对，真的比较紧张，所以大概教几遍，就是他才可以有办法跟上你们的团队。今天大概两三次他就可以了，对。哦，两三次就可以了。今天是我们的队长，就晴子队长自己亲自教他跳的。